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想买房子吗？很多专家都讲说，现在房子呢，这个房价很低，杀价空间很大。可是为什么我们想买的房子它就是不会降价呢？那另外呢，这个可以降价的地方在重划区，有3大重划区呢，这个据说房价腰斩。还有一个跟我们的这个生活非常攸关的，就是你知道你买的是辐射屋、辐射钢筋屋还是炉茶屋？ 这是什么东西呢？今天要好好的跟您分析。首先，第一位特别来宾是我们的穿短袖的高超先生，你好，大家好。好，还有徐嘉欣，好，门姐好，还有清黄，门姐好，大家好。那我们的商务舱呢是我们的田大全先生，好，还有一位是房地产代销业者帅过头先生，好，欢迎两位特别来宾。那先讲好，今天把你们安排在一起，就希望你们 不要吵架，好。那么问一下，清黄，重划区为什么会房价腰斩？是哪一个重划区？ 好，因为我们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参考的指标，就是看哪里，看北台湾的3大重划区，一个是淡海新市镇，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副都心，然后再一个就是桃园的青埔。那这3个地方，我们把它当指标来观察，就是房市的这个价量的变化的时候，发现说，它房价的变化状况很明显。比如说新庄副都心，过去新庄副都心有很多题材，你光是用副都心3个字就知道了嘛。然后呢，才说机场捷运又通了，对不对？对啊，机场捷运又通啦。然后说，有一些政府部门要搬到那个地方去，那照理说那边有很多房市的利多题材，可是发现什么 什么状况？过去在高点的时候呢，新庄副都心一坪的价格开价是可以开到50几万，卖到50几万，高楼层甚至还可以开到6字头哦。可是现在新庄副都心的成交价呢，从之前从5字头、6字头掉到4字头，然后到现在呢，甚至有新的预售的案子说喊出3字头，也就是说一坪30几万。那过去你想想看，从高点那个6字头砍到一坪30几万，那已经接近是腰斩的状况。所以你看新庄副都心的房价的修正状况，这是一个指标。那第二个指标是哪里呢？就是桃园的 青埔，因为青埔量体很大，如果你有到青埔去看的时候呢，会发现青埔的入住率、点灯率其实是不高的。因为我曾经自己开车到青埔去看过，那去看的时候呢，发现其实真的是黑压压的一片。那个地方未来或许有发展的空间，可是因为现况卖压太大，呢，过去青埔好的时候哈，一坪卖到40几万都有哦。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哦，这一阵子去青埔看房子，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嘛，青埔过去好的时候一坪卖到40几万都可以哦。他去看房子，看他进来进去哦，哎，盖得漂漂亮亮的哦，宫廷式建筑，就进去 看一下，然后遇到那个销售人员来跟他介绍那个房子的状况，结果他就跟他说：“我看你们外面那广告那个部分写说一坪30几万，他说这个一坪现在还要这么贵吗？”那个销售人员就跟他说：“没有，我们有空间的，我们有弹性的。”哦，对啊，说而且呢，20万呢，对，他告诉主动一开始就跟他说，其实我们2字头都可以谈，所以你从他的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青埔从过去的4砍到现在2字头，其实也是接近腰斩的状况。那 淡海的状况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本来房价就不是很高，所以它从过去一坪20万左右的价格修正到一坪17.6万哦，这个修正的幅度大概是跌幅是12.4%，所以你大概从这几个这个所谓的重划区的状况可以看到房价在修正的一个迹象，而且呢，在这个部分我们还要特别讲是什么呢？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很多人有在说吗？说啊，这个很多台商这个因为所谓的中国的肥咖条款查税的关系呢，他们要把钱搬回到台湾来啊，钱搬回到台湾来去干嘛？去买豪宅。结果呢，这句话被谁打脸？你知道吗？这样的说辞竟然被我们的央行总裁彭总裁打脸。彭总裁说，这一波进来的国际热钱，很多是主权基金啊，这些其他的这种投资机构来的，是进 债市比较多，他说他没有看到进房地产的，所以你从彭总裁的一句话就可以怎么样呢？间接去证实说，其实所谓的台商这个热钱返台去买房这件事情呢，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广告行销的一个话术而已。北台湾呢，1字头了耶，买得起了吧？淡海，对不对？ 1字头了，买得起了，大全。我们经过房地产还要打压房价吗？对，可是你知道吗？每次大家说买不起房子都要住大安区，人世间有这样的道理吗？其实过去曾经淡海我们一直讲啊，现在17.6嘛哈，曾经7.6过。曾经7.6过啊。那时候你嫌不嫌贵？你还是嫌贵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没有办法这样讲，这都是蛋白区。 这些重划区在台湾的房地产市场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景气好的时候，第一个飙，因为买未来嘛；景气不好，第一个跌。第一个跌，因为顾现金。所以看重划区的话，就是房地产的一个温度计啦。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挑到好东西，价钱是 OK 的。就像刚刚清王讲，之前4字头，我们回来看是现在2字头，你值不值4字头，那才是重点。现在不是价钱20万，20万如果给你，但我们要谈的它是个炉渣屋、炉茶屋，你 OK 吗？ 8万你都不会去嘛，所以其实事实上进去挑好东西才是重点，这个时候是挑房子的时候。是，不过呢，这个我们一个好朋友颜炳立呢，他喜欢用口诀来讲房事。他说这阵子因为房地产好像交易比较好，对不对哈？他会不要被冬天的阳光骗了哈？他说叫杀价取量抢钱活命哈，有这么悲观吗？我想问一下这个嘉欣。 我们一直都在想，当然有很多人问我说，现阶段到底其实是这个所谓的，到底是真的春燕来归还是回光返照？那当然，如果我们看这个6都的买卖移转的一个动数，你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就说今年的第一季跟去年的第一季相比的话，其实成长的状况是变得非常好的，比较热络，对不对？对。那今年的话，其实大概第一季的一个6都的一个买卖移转，大概是4.5万栋左右，那大概比去年的同期增加41%。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因为去年的同期其实实在太烂了，因为去年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说去年有地震嘛，然后去年有总统大选，然后再加上土壤异化的话题，所以其实去年的那个买气是相对是比较焦灼的。那当然今年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来看几个比较表现稍微强势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是新北。 那新北的话，就是说它在成长率的一个部分，它大概成长69%，但是有一个隐忧是说，虽然这么漂亮的数字哦，但是一个隐忧是说，其实在交屋的一个量体，它是相对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淡水，它有2个社区1000多户，陆陆续续都在第一季交屋交掉了，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它就会区域产生一些卖压。那当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量如果起来的话，是不是表示因为价格有修正，所以其实量才会起来？那当然，我们如果说从实价登录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 确实有一些区域可能大家是意料之外，它的修正幅度那么的大啦。比如说像台北市的话，从实价登录的一个行情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跟去年第一季来相比，跌的最多的是南港。那南港的跌幅的话，差不多是17%。南港的新的东西多，对不对？对，那当然也多。是，那因为有一些屋主他其实当年取得的比较早了。那当然，如果说最近比较总集比较紧的时候，他可能就赶快先卖了。那如果说像比如说信义区啦、中山区啦，因为那个区域里面他们都有很多相对 来说比较便宜的案子可以去做选择，中古的啦。对，所以有些人他们可能在购屋的一个规划上面，他们就去往那些东西走。那当然价格的部分就会被拉下来。哎，大直怎样啊？因为我有个朋友他的房子在大直，因为大直都是比较豪宅啊，真的是这是铁板一块，很没有什么在动哎，要看个案啦。如果说像是之前的那个清景泽的话，清景泽其实最高的时候高到200多万，那现在的话最近的一个成交有到180万上下，所以其实这种都是看，如果说是你的朋友他喜欢某一个个案的话，我觉得有机会去谈谈看。那当然如果说是建商的手上的案子的话，可能比如说像高超哥的话就可以帮忙这个可能研究一下啦，就是建商手上的东西，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是有一些空间在。他在大直的房子 就被卡住了，因为其实房贷还是因为豪宅房贷也还是有压力的这样。那我每次吃饭就问他说：“哎，怎样？你房子怎样了？”他说：“不急不急不急。”因为你知道那种买豪宅人都有命理师，你知道吗？哈，我说阿林老师搞的功效，一共温老师好像2年，平安的。你想知道吗？敢嘞！我怎么翻译成国语啊？ 哎呀，帅过头，敢呢？怎么翻译成国语？等待 ing， 等待 ing 这样子，嘿，一共中秋节以后，所以我们大家都在看今年中秋节以后，对不对哈？所以先看一下高潮，中秋节以后会好吗？你刚提到你那个朋友，因为豪宅，因为你知道有钱人他不只是一户、啊，对啦，对啊、所以他的房屋税你知道吗？尤其大直那个房屋税的路段率，他新一计划区也有啊，所以他的路段率大概好几倍了，是用乘的，我们过去算过嘛哈。那当然你像说松江路那个房屋税那个豪宅。 哦，这个几千万、7千万、8千万都有，有很大哈、哦。那我们讲今年大概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就是建商，刚刚嘉欣提到，第一个新屋多，第二个让利多，最后贷款多。所以他的算命老师跟他讲，赶美是说他会被砍价钱砍到，要把眼泪含着吗？最后3个字最重要，是这个意思吗？我跟你讲，我刚刚提到嘛，新屋多，让利多嘛，贷款成数多，最后什么多多杀多。 多少？你也多，我也多，大家来杀是吗？利多啊，我让利更多啊，他让利更多。那有人提到说，因为最近流行3个字，其实3个字哪3个字叫做震撼价，你从蘆洲你可以看到看板震撼价，你从板桥江翠你看到震撼价，最近不得了，南京东我上次提到过哈，2段到大商九河旁边那边，7字头也是写震撼价，然后最近在桃园有一个公园震撼价。 所以，我跟你讲，北台湾就3个字：震撼价。好，那怎么叫做震撼？你就假设我是一般的买房子进去，让这个代销或者说这个中古屋的震撼一下，你告诉我震撼，我进去震撼一下哈。从几折开始杀，我记得一年半前哦，那个景气还没有开始整个翻转的时候，有迹象的时候，我一个媒体界一个大佬到新庄副都心案例，你知道吗？那间是一个上柜公司，然后他开价多少？1年半前哦，65啦。你知道我朋友1年半前怎么个出价？35，要卖不？要卖不？叫你跑单来，无我留电话。35的时候你再叫我。1年半前，我的朋友把65万杀到35万，你给惊死人吗？好，太过分了。因为什么？没有人打给他吧？没有人打给他，不敢卖。结果你看嘛，最近大家开始说，哎，他杀价几折啦？当然有人讲，你看我们最重要的是财政部国产署那个千和田那个案子，第6次标售流标，打77折。那我问你，这是政府的所谓的国产署，这个最有标准嘛？你像实价登录，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看的话，那你进去建案，他一平多少？这样打下来。我打下大概不到50几万呢，50万，得打77折嘛哈。那我们现在进去到一般的消费者怎么办？那就按照国产署了嘛，77折、65折开始杀嘛。那每年跟我讲说这样会不会杀很低？没关系，等对方给你回复。我目前所了解的是，有一些操作手法是他不让降，他就送100万装潢。那个100万装潢又含在那个贷款里面，房屋贷款里面，然后另外又送家电，所以折合起来。它是叠价的，但是实际成交它守在那个实价登录上，它不会叠价，就让利多。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购买预售屋啊，其实很难。现在还有人在买预售屋吗？不太敢了吧？其实还是有啊，还是有，因为它门槛相对低一点。那怎么算得出建商的底价呢？其实刚刚这样讲哦，就是说到底代销公司像这种奸商哈，就是我旁边那种代销业者哈，还没有关进去的代销业者哈。对，他怎么接案？其实我们讲一般的行规，大概譬如说我举个例子，譬如60万的哈，60万大概乘以 1.25 到乘以 1.3 就是它的开价。所以好，我们来算数学，60万如果代销公司接的底价叫60万的话，它的开价是75到78。我跨立广告台嘛，对不对？好像超过这样进来，啪一个打7折，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乘以 1.3 跟那个数字乘以 0.7 是不一样的哦。这边60万乘以 1.3 是78，然后那边78万乘以 0.7 就变55了。对，55就破底了嘛。那破底件，代销公司会不会卖给你？短期之内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但他以后有没有可能卖？有可能，因为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前面。他60万哈，我卖给你虞美人卖63，卖给陈高昌卖62，他是不是有多一点点超价的空间？所以等到中后段，他为了整体的销售数字的时候，他那个可以加减，所以你在后面的话，也许可以买到破底的价格。那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房地产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房地产我们刚才讲，现在房地产最流行一句话，其实又来了，就是房地产一段时间就会来一句话，不要随便乱杀价，一不小心你买到了。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就像刚刚讲，超哥讲对不对？35啦，35啦，好，对，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其实，在前几年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经验。我有学生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要跟你喊价，现在中间都没人哎，我要给你去啊。”譬如说50万，对不对？啊，30，现场掌声如雷，恭喜陈先生高超购买，他傻了。因为什么？你乱出价，居然买到了，这个牵扯到有什么问题啊？就现在你摸不到建商的底嘛，因为他如果要出清的话，待会我们会继续谈，他什么样的状况会 OK。我先举个例子，像内湖算房子算不错了，这几年有什么变化？我一个朋友接一个案子在内湖，当时3年前开价多少？75，不夸张。内湖这边有100的嘛，对不对？所以75万 OK 啊。代销公司的底价是60万，建设公司黑准瓦钱哎，59.8万，不卖就是不卖。差2000块一平哦，不卖就是不卖，很好。经过后来卖了一段时间，建设公司有说，哎，我缺业绩，我整个案子跟你盘好不好？底价60万，但是我出清你就不用再卖啦，53万要不要出清？不卖。好，等到代销公司出场卖了1年半，一户都没有卖，现在行情45，然后呢，投资客出价，存来弄包起来43，要不要卖？不卖。好，现在问题来了。观众朋友，你现在觉得说，哎，人75、43，对不？哎，妹，恭喜你买到就是你一个，管委会主委你，管委会会员你，就你一个，你家就是管委会，因为只有你一户。哦，这为什么？之前这个建商呢，他交屋延迟，所以该退的都退了，打官司，搞了半天，现在目前越卖越没有行情，所以我一直要强调观众朋友说，价格归价格。但是你不要随便乱喊。第一个是你不小心买到，第二个是你买到这种产品是什么？你没有捡到便宜，你是捡到便宜货。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你捡到便宜货又怎么样呢？所以我回来还是要去了解一些背景啦，因为价格只是一个数字，会迷失了。OK， 那问一下帅阔头，您现在是代销还是那个投资客还是代销？那我现在讲行销了哈。你现在假设想买中古屋的话，不容易砍价，因为它只有一间。对。啊，建商的话，为什么重划期要砍价？因为量大，所以各位，你不要用今天这个逻辑，然后去大安区中古屋给人家对半砍，没有人要让你看屋啦。他不理你啦，他不理你啦，只有建商会理你啦。那跟建商我们代销是，我们工会有规定啦。你一进来的话，我们都一定会告诉你，我们只剩下两间。我们只剩两间，你不要乱讲，工会没有规定。你看了满意之后，一定告诉你，礼拜一要涨价，就现在要收钱。这两句话讲错了，直接开除。哦 ，OK。那你要知道你怎么买，怎么看房子跟建商什么？我看的是满意，但是这个价格我还要比一比回家，谈判破裂才是谈判的开始。他会打电话给你，你不要现场跟他砍，浪费时间。你回家睡觉等电话。然后就会有底价出来。你要表示诚意，你再跟他跑一趟，再跑一趟之后又看得很满意，两个都掌声鼓励鼓励。今天只到这里，我们回去再考虑。他还会打电话给你，这叫做自然砍价法，不会砍就用这样砍，直接跟他讲帅阔头教的。再来还有一个买卖的时机点。来，我们整理一下，你就去看。看到你喜欢，你真的很喜欢，你价钱也很满意，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价还会再杀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砍价，万一买到怎么办？对不对？哈，所以你要等，你就说我房子是很满意，可是价格我还要回去商量，然后呢就不要再多说了，立刻走人，懂吗 ？OK。然后等他打电话，然后你再过去，然后你又回家又考虑考虑，他还会再打来。啊。这个时候的行情是这样啦，如果是早10年前，你回家吧，没有人理你啦，因为就下午真的就卖掉了嘛，对不对？哈，对。所以现在是买方市场，所以你可以回家等电话。然后再过来哈，有几个时机点，开市的第一个，你就说他打广告，你第一个去看，因为我们生意人很重视第一个客人。亏期啦，变亏期啦。哦，就是那天早上吗？还是说那个案子的开市的地方？那个案子的开市，第一个亏期，一点要卖你，因为这是一个象征。好比说，我今天我夜市啊，你就第一个来看衣服，这一个我一定要成功。所以我很少早上百货公司11点开门我就去逛的，为什么？因为我都是第一个客人，你不给人家买，你给人家翻，不给人家买。你会被怨念，一整天你运气都不会很好。第二个就是代销的结算点，有时候代销会告诉你，他9个月到了，他要结算，因为他是总价的，他守在20，有时候卖21、22，所以这一间可以19给你，因为他要结算，他真的会告诉你这几天结算。这句话讲真的，有时候会低。第三个是建商跟跟地主，剩下3户。啊，到底是归你的还是我的？因为我们要算账，对啊，有几户就出去就几户啊，其他地主收就要结账，那个时间点是低的，最后的时间点是低的，跟最早的时间点是低的。OK， 好。还有一件事情永远要记住，我们现在工会又有一个规定，我们车位120万直接拉到200，车位不能砍，车位就加了80万了，然后我们的房价40平，我们就。降了2万块了嘛，所以你车位就车位故意拉高，然后你看看我的房价比别人便宜，这个叫做乌龙水斗，那这我们没办法砍，对不对？啊，车位完全不让人砍，砍房价吧。OK， 明白。这个很多技术呢是看人呐，对不对哈？可是你知道你买到的便宜货里面的建材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才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不是买到便宜，你是买到一个便宜货，甚至买到一个烂货，对不对哈？所以一辈子的辛苦，不要买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待会来告诉你一下。你看我为什么今天穿灰色的？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这不是炉渣哦，这叫炉茶。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们待会来告诉你。国中时候化学就是0分了，所以呢，有关于这种什么碱性啊、含量啊那些，我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难得，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建筑安全履历协会的执行长王荣邦王执行长，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待会请帮我们做一些测试。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炉茶？我要请清煌帮我们这个补充一下。 不念炉渣啊，渣是三点水，人才有人渣啊，那个炉茶对不对哈？这个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剩余，对不对？残留物，残留物，哎，炼钢做的残留物。对，我记得全台湾的炼钢厂都有付钱，然后组织一个处理这个残留物的一个废弃物处理的一个中心。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流到市面上？它为什么会跟我们的建筑扯上关系呢？好，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发现就是说，哎。 开始出现说有人买到房子，比如说在北部哦，在双北地区就有人买了房子，花了1000万哦。买了之后呢，过了1年之后，发现什么事情？哎，家里的墙壁怎么开始长青春痘？墙壁长青春痘是什么？就表示墙壁开始出现一些一点一点的膨菇的状况，它膨胀起来一点一点很难看嘛。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炉茶屋会有的状况。那想必就是说，在这个盖房子的过程里面，它用到的这个炉茶这个东西。那炉茶是怎么来的？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是炼钢之后的残留物。那这残留物你要处理啊，台湾1年会有160万吨这样的残留物，其实数量还相当的大。那要处理了之后呢，就会委托一些业者去做处理嘛。好，第一个状况是什么？业者处理哦，没有好好的处理，就找一个 地，然后就是给你随便倾倒，因为之前甚至有传出有状况，就是给你倾倒在农田里面，所以农田里面就怎么样，有很多的炉茶在里面。那另外是有一些不肖的砂石业者，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个炉茶混到一般的砂石里面去，混到砂石里面去了之后呢，再把它转卖出去。卖出去之后呢，哎，有一些建商就会用到这样的原料，或者营造厂就用到这样的原料，然后拿再盖房子，盖出来房子呢就变成是炉茶屋。那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哎，这1、2年有人在双北地区是这样的状况，可是其实炉茶屋的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0年前，在南部，在台南就有建案呢，是怎么样被发现是用炉茶屋，而且那一次的状况哦更有趣哦，为什么？因为 有一个当过民代的人怎么样呢？他想说这个跟朋友去看看那个透天的建案，别墅盖得漂漂亮亮，结果没想到买了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哦，那个是炉茶屋。所以台南地区有受害者，在南投地区也有建案有出现类似的状况，所以它不是单一出现在一个县市的状况，而是在很多县市都有出现这样的受害个案。 我想哈，北台湾你要看的话，每人在这边讲话就负责，因为我们是国民大会。我这个消息来源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啊，就是那个、富邦的那个什么文创松烟文创啊，就是一个炉茶屋啊，所以富邦真的要去求偿，他真的是吃哑巴亏。为什么？因为一半混凝土不可能富邦做嘛，嗯，对，我一定是跟人家。 下包嘛，买预拌混凝土嘛，结果它的预拌混凝土里面就有这个炉茶、啊，所以那个富邦那个松烟文创那个，等他妈的冒青春的，等他妈的爆 ，OK， 你想看就去那边看吧，真的是你这将来都一定要求偿的、啊，这个怎么会放到预拌混凝土里面去嘛，对不对？下游管理非常重要啦，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必须说，建筑业到这个地步，真的是下几层地狱，就真的是这样，面包不能涨价，面粉就出问题嘛，嗯。 台湾不是一直都是这个问题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说，政府虽然说刚美人讲有一个机制在，但是政府没有做下游的管理。我想问一下王先生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炉茶，这个是炉茶对不对？哈，就是我们炼钢那个残留物嘛。是。那这个为什么会混到砂石里面呢？这个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废弃物倾到河川里面，嗯，那经过台风，嗯，好，那就污染了河床，嗯。 那后来河沙许可去开采，嗯，很自然就混到，这是一个哦，好，这不是人为因素，对，早期的人为因素是，但是不在建案的人为因素里面。早期是这样子乱倾倒，所以后来所有的炼钢厂大家才出一个钱做了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厂，所以 suppose 这个事情应该要被避免了。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建案还会发现这样的事情？那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是不是可以用你的专业告诉我们，如果混到这样的一个砂石，为什么对我们的建筑会造成这么样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危险？先告诉我们，这个是正常的 砂石是好，然后这个是混到了这个炉茶的有污染的，对，怎么样可以知道它有不同？你可以做个什么实验？我们会先在混凝土浇制的前一天，就到砂石厂，嗯，预拌混凝土厂去采样，采砂石回来，嗯，然后我们会做3样测试，嗯，首先我们会做碱性，你会先把那个泡水，对不对？是，好，要让 它里面的物质出来，化学物质溶解出来。那这是酚酞，酚酞它遇到碱性物质的时候，会呈现粉红色。OK， 像这个，哇，立刻粉红色。对，哦，那这是正常的砂石。嗯，地再多，它也不会变。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碱性试验。如果说我们建筑安全领域在检查的时候，出现颜色，出现粉红色，或表示它含有碱，对，含有碱会有影响吗？嗯，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确认。哦，好，它的碱到什么程度 ？OK。 好，那如果说它的碱度超过10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水好不好？对，先看一下水。好，我们看一下水，这样子是多少？8.7，8.7左右，这是 OK 的吗 ？OK。哦 ，OK， 好。然后我们放在正常砂石。好，我们看一下正常砂石。 8.4，哦，8.5，对，水还比较碱哈，比较酸一点，对 ，OK， 哦，水比较酸，然后洗一洗，清洗，再倒，还有这个炉茶的，对，受污染的砂石的溶解液，接近12了。那如果说我们这边测出来，它的碱度大于10，那我们会进一步做磁吸，好，那这是正常的砂石，我们可以用普通的磁铁就可以，我们协会在检查的过程中，磁吸大家可以看，我来好了，吸吸看，下去，对，拿起来，两面，拿起来都没有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因为它是炼钢的那个废弃物对哈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异常砂石，哎，我用同一块好了，好不好？好。哦哦，看到没？对，粘住了，粘住了，立刻粘住了，有没有？尤其这个边边，你看这个，全部粘住了，有没有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它在我们的建筑安全里面会造成什么影响？它在结构上面的话，如果是结构体本身混到。 那我们如果保护层够厚，保护层就是钢筋，包覆钢筋的那层混凝土的厚度，够厚的话也不会有问题，好，那另外就是我的混凝土完成面外面的粉刷层，粉刷层如果混杂到，就是会有青春痘，那这个时候就把粉刷层抛出掉，再重新铺设正常的砂石，对，哦，可是。 我听一个说，它在里面遇到水有没有？会膨胀，它会膨胀，对不对哈？所以其实，在建筑安全上面是有问题的，不是只有对人体的一个这个环境的问题。我们担心还是建筑安全的问题，还没有被毒死，搞不好今天就是楼就垮了呀？会不会有这个担心？有一点。如果说是刚刚报告的石头的污染，好，那就有可能，因为它会直接损坏到结构体。是。那如果是沙的部分就还好，因为有保护层，它会隔绝水汽。那我想问一下高超，就是这种异常的这种炉茶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买到？我们讲哈，炼钢的刚刚提到，新闻提到这是一个废弃物，那现在是因为废弃物再利用是有管理的，但一般你刚刚提到说，应该是要放到沙石，放到一个地方去让它安定，因为它里面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钙，所以一般大概放3年。 那3年完这些炉渣干嘛？你就做一般的啊，这个道路啊，或者是地下管，没有人用在房屋的啦，很少。对，所以一般它是有用途，它可以再利用，没有错。但是问题刚刚提到，那个刚王先提到，其实它有时我们刚刚你看它碱性超过 pH 12，所以有没有影响？当然会有影响。那建筑物里面蓝妈控和刷子厂，如果它用3%以上的炉渣会有问题，炉茶了哈，一般是在3%。 没有关系，大概现在目前你看到那个炉茶屋，大部分都是用到3层，比如说蓝妈控来宾，砂石水里面搅一搅，它超过3层以上，那就会冒青春痘。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去避免买这个房子？第一个，没有，我觉得我们民众想知道的说，若混了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对建筑安全会有影响。它第一个，你刚刚提到碰到水。 所以它就会膨胀了，膨胀就爆出来，就好像刚刚你那炉渣，好像5块钱这样掉，这边掉这边掉。所以一般大部分在阳台或是天花板，你很容易看到这个炉茶屋。像那个松山烟厂，文创也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去避免？第一个，当你买中古、买新屋，像那新屋现在新房子非常多，你最好如果说看到房子2年以上，就比较安全，因为它已经施完工，有的是你知道吗？有天是八天盖一层，有天10天盖一层。那等你交屋完毕之后，母头干的时候，大概在3个月到1年之内，它就会显现出那个痘痘出来。所以你给我买2年屋龄以上，屋龄2年以上比较有重点，好，就比较安全。那如果预售屋怎么办？假设你现在签了一个预售屋，但是在施工期在后面嘛，很简单，你在预售屋里面就要跟他下一个条款，本房子或者本建筑履历应该要有履历。 没有这个所谓的如查的成分，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怎么样？那就解约或者原价建商买回。所以我想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一般民众呢，想要知道自己的房子里面的这个，也许有看到一点这种青春痘，他也怀疑，搞不好也许是鼻癌，对不对？可是他会觉得很担心，可以透过协会来做什么检测？如果他已经是成屋了，还可以看得出来是有没有如查吗？这可以请技师工会那边。 来协助专家意见。OK， 土木技师工会。OK， 非常谢谢王先生给我们做这么详细的介绍，而且像高超刚刚讲的，我们在契约上面其实有很多细节可以处理的，而且很多的魔鬼都藏在合约的细节里面。我们待会一条一条来告诉你怎么看。 清皇来一条一条教我们看一下合约的这个细节，好不好？对，因为你跟建商买房子的时候，比如说像预售屋的时候，你那个合约的细节是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出现一个状况，什么呢？就是说本来土地增值税这个应该是建商自己要负担的，可是呢，现在有一个状况是，既然他们要求这个买方自己来负担，而且呢，买方对这个条款其实是非常的不满。那是什么状况呢？哦，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去买了这个淡水的宏盛新世界这个建案第一期哈，他是在2013年的时候去买的。 那他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本来想说，哎呦，这个房子应该想说这个不错嘛。那结果呢，他去买了之后呢，到了要签约的时候，重点在这里哦。到了要签约的时候，本来价格什么都谈定了，谈完了之后要签约的时候呢，哎呦，建商又多拿出一张出来贴在那个合约的后面，而且是手写版哦。然后说这个叫做个别磋商条款。那个别磋商条款约定了什么呢？约定说。 土地增值税是由你买方来负担，那对我还没有交屋，怎么会是我负担呢？因为你从房子开始盖到交屋，搞不好3年，那这3年的土地增值税，盖越久，这个买方其实越不划算，他要付越多。那我问你，建商是在盖房子就有开始有土地增值税吗？ 他的土地增值税算法就是说从他持有的时候开始，那他交屋给你的时候才会产生土地增值税。对，但是双方可以约定土地增值税从哪里算起，你签名就算数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陷阱，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是陷阱？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就是说它为什么会是陷阱？好，就是说因为根据内政部的规定啊，就是说因为这是新北市有开发，对，有开发它有罚它。内政部规定是买方是内政部有一个叫做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 这个应记载事项的第22点里面有规定什么呢？规定说这个土地增值税应该是要由这个卖方，就是由建商自己来负担，而不应该是由买方来负担。所以新北市就是根据这一点，新北市政府啊，根据这一点开罚了建商10万元。虽然10万是不是很多，可是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用这样同样的所谓的个别磋商条款，就是说大量的手写，然后影印了一张，然后呢贴在合约书里面，然后要求什么呢？要求消费者要买单的状况，人数还不少1、2千人所以我们通常在这个预售屋的买卖，我们会只有什么税是我们付的？代书归位契税，对嘛？代书规费、土增税是这样。我刚才补充清皇的，那个这个是有明文规定，是建商要负担土增税，卖方负担，但是特别约定、重期约定，我们两个高兴怎么约定就怎么约定。我不高兴啊，我是被你骗的啊！你当时对不行啊，你已经签名，你不能讲。你不搞公鸡屌洗这类艺术啊！哎，这水都见。你们工会怎么规定？ 啊，我们工会能骗就骗啦。一般是过去没有法律规定的，他们就是议定。那通常的行规是结构体为基准，不是嘛？所以像这种东西，他就不敢写在合约书里面，他用手写，另外写个契约，因为他不符合规定嘛。所以各位，你若买预售，你堂去掉 Q 黑 Q 呼气哦，我跟你讲哦。那高超契约的违约金呢？我想最近很多交屋潮，然后很多人在交的时候会有问题，就拒不交，因为房价跌嘛。那有些想退户，比如说我已经预收，我是定金签约开工款付了之后，工程款的时候，他随时都想退。所以这个阶段定签开签了之后，你退 OK 嘛好。可是你在工程款工程期的时候，就在到交屋的时候，你要退，你就必须要有违约金。 你要缴定违约金，这个是在我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谈好，说我如果工程款开始付的时候，我违约金是几趴，这应该趴数是固定的嘛？对，这应该讲说你要履行契约，双方要履行契约，我要盖好给你，你要按时付钱嘛？对，你要按时付钱，所以前提是在这个地方。但如果说你中间一半你所谓的断头，你不想继续交的时候，其实在认定上是你违约，那我就是付违约金嘛？对，你付违约金，我交到多少算多少。 违约金有，你不可能把我付的钱全部都吃掉啊！因为譬如说现在法律规定15% 上限，你不要写就是上限15%。15% 是以什么来计价？我付到总价总，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有定金几趴吗？开工款几趴，工程期款几趴，这样交屋款几趴。对，譬如说一般的预售屋都，譬如30%是在前面切掉，对不对？那你交屋如果5%的话，你这25%，譬如说你开工签约金定签开可能10%。 然后工程期款可能15%多少？那你现在交到一半的时候，你已经交到12%了，比如说还没有到15%，你就要违约，你12%就吃光。那现在问题，如果你交到20%以上呢？他今天比如你交了20%的钱，但是他只能扣你15%，他会退你5%就对了。 就是上限只能罚你15%。这个违约金里面当然有很多种做法，有的是自备款的10%。是啊，我刚刚有点混乱，就是15%是我已经缴的钱的15%，还是总房价总价房地总价的15%？所以你违约很严重。我那是最近出那是1亿，我们都要交15,000。对，是啊，对你可能要交屋，你要交3000万啊，30%。 你多交的他要退给你，他只能没收15%总价上限。 这是上限，不是？那有没有可能我才交了1000万的时候，我就交不下去，我想要退了，我干脆1000万都不要了算了。可是不行，我还再多付500哦。不行，没有，他就吃掉你1000，吃掉你1000，最多吃到15%了，你不用再多交了，最多吃到你曾经付过的钱，对。 哦，所以我可能只付了一期500万，我可能就500万认赔就对了。对，是。但这里面我觉得还有除了违约金之外，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上市柜公司为了存货周转的东西，所以他在工程期的时候，原本比如说你36期是在工程款的时候，他可能在把工程的时间加速，然后你的缴的期限就会非常的紧迫，本来是假设啦2年交屋，2年从盖到2年，他可能是1年半就盖好了，所以你的契约你的中间的工程款你没缴的非常的。 辛苦，所以常常会改。那另外，当然这些是一个很大的信息，但其他的部分就是最近的交屋潮引起纠纷非常多。比如说有人讲说哦，我是钢石，结果你去交屋的时候，他是用石头漆，甚至过去还有一个例子是说，我们买车位，基本上机械车位或是平面车位，经过车道，哎，就有一家建商进来要求你车道你要给我买，开玩笑，我买车位经过了车道也要买，有这个判例。 这被公平会罚了大概2000万，这国内啊罚最多的一笔哈，所以在交屋潮里面有太多的纠纷，包括公共设施的点交，然后这个不管是公共设施，到时候后来是什么？过去讲游泳池啊，变成蓄水池啊，很多。最重要是未来我们的那个雨遮现在开始有新的法令出来了，又会引起纠纷。新的法令算坪数吗？不算，算坪数。但是之前是有，但有计价，但是最新的法令应该是在年底之后会那个法令会出来，就是雨遮不能算。 那个时候又假设你在交屋潮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有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很多复杂的问题是内政部应该要把很多的更新的这个所谓的预售屋的这个定型化条例应该要增加，像我们刚才讲的如茶屋就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过去辐射屋都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这个法律应该有新的规定。因为刚才那王先生是很客气的人，他就说如果在墙面没有影响，可是其实我们今天担心的是，他如果在主结构，你放的这个炉茶，其实也8.5 嘛，没有错，所以那个是会有影响的，对不对？对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大全，那样品屋有什么陷阱吗？样品屋多了，我要跟观众朋友先讲一件，那是个假的，你把它当真干嘛呢？ 样品屋不是一个假的吗？但所有买房的人都像，尤其很抱歉啊，这不是我在讲，尤其我们经验是，他都说用1:1的那个呢，阿姆斗1:1，然后所有女生进去都觉得哇，你看我家的衣柜多大，就开始走秀，你知道吧？然后就有镜子啊，就马上就撩头，拜托一下好吧？基本上这件事情是个假的，我们就讲3件事情就好了。第一个是梁柱，木头盖的样品屋，就像我们现在搭的摄影棚，你会做一个梁出来，你做梁干嘛？没有人会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它就会让你觉得，哎，那个梁下很宽啊。但是一根柱有多宽呢？我们正常来说有60公分，哎，你搞清楚。所以说你现在看说，哎，我这个楼高3.4米，如果梁60公分，你一不小心你梁下就只剩2.8米。但是它样品屋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哦好宽啊，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像衣柜，女生最在乎就衣柜。你看我的主卧房床双人床摆下去之后，我还有衣柜啊，那衣柜打开来也 OK 啊。问题是你真的知道那个衣柜能不能摆吗？再来就是60公分是基本的哈，所以这个拿这个稍微测一下。还有那个双人床哦，到底能不能睡？你又觉得很宽，但它够不够长？嗯，因为那个视觉感觉不出来，所以你稍微要比一下了哈，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不做门啊，其实很多样，我实在觉得哈，其实不动产业真的有时候被打得不冤枉啦。我老实讲，真的到现在还没出息，在搞这种东西真的不冤枉。它很多样品屋做下来之后，你觉得都没有门的，为什么？穿透性嘛，嗯，我从客厅一眼就看过去，你看它好大好大好大，实际上你怎么可能家里头没有门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你一眼就看得出来。当然，其实还有很多。我补充刚刚超哥讲的两件事情，其实，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其实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观众朋友都有一个概念，说，哎，一期交多少钱？一期交多少钱？对不对？你千万搞清楚，那不叫做一个月多少钱，一期不等于一个月。现在我跟你说，每人，哎，你现在只要付36期工程款，你脑袋的概念什么？36个月，对不对？错。那是可能10天就一期，嗯，可能盖到后来变成一个月要交3期，一期交10万，你一个月拿30万，你 O 不 OK 啊？所以这些数学要搞清楚，那个期字，还有那个所谓的定型化契约，我补充一下，现在你说你到接待中心去看，都应该给你一个合约，拿去看没有问题，那叫定型化契约，上面白纸黑字都写在那边。问题是你一个字，你有什么用？因为都没有加注的东西。刚刚庆煌讲很重要，所有要加注的，你是 A 栋8楼。什么几号，对不对？我是 C 栋6楼几号，那都是要加注的嘛。你车位第215个，我车位第162个，这个都要加，所有加注都要盖章。你千万不要那边这饼端啊，那个销售小姐跟你说，没关系，徐董，我帮你盖就好，你太尊贵了，我帮你盖。你搞清楚一个章子下去，可能来回就是多大的问题。对，每一个章子都要盖清楚。这个都是细节啦，要很小心。像我呢，我住的房子呢，我的玄关门呢，只能一个方向，叫坐东向西，所以我只能坐东西向，因为台语在讲坐东向西，探钱无人知呀，哈，所以呢，我一定要做这个方向。可是呢，我以前在看房子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麻烦，因为也是预售嘛，对，我就问说玄关门哈是什么方向，就他说是南北，我说能不能让我改？建商都说可以，对不对？好，然后呢，我说真的可以改吗？因为你还可以在第二次什么客变的时候，对。后来就发现说不太能改，为什么？因为他说那个大门上面全部都是管线，我改的话工程很麻烦，这样我就说哦，那你要跟我讲清楚，这样子我就不买，为什么？因为门不对，我就没办法住这样子，对。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建商说可以改，结果呢，等要搬进去要改的时候。管理委员会说不可以改，管理委员好大、啊，有一些现在管委会权力，但是通常来说，如果你买新房子的话，应该是建商会成立管委会一段时间，是他会辅导管委会一段时间，但是你真的交到管委会的时候，搞不好就会有意见了。其实说真的，一般人对图没有概念，他真的要看到空间实体出现的时候他才知道，而且那个方向你觉得 OK 啊？因为画个图很简单嘛，门不就长这个样，你这样子看下去都是这个样，但就牵扯到这样子开还是这样子开。你刚刚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开这样开嘛，对啊，对不对？它2层这样开的话，你就进不去啦，这问题。所以看图的部分，如果你真的看不懂。我必须讲实话了，如果你真的对空间感很差，我建议你不要买预售屋，因为真的那个图面的东西差一点就差很多。那你今天要眼见为凭，真的去看成屋比较保险，或者你等房子盖好，你真的去，而且那个测量的部分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多，也但是那个10公分你就奶油哎，其实差别就在那个地方，真的不舒服。对啊 ，OK， 那问一下这个嘉欣，点交可以吗？其实如果点交的话，我们都会比较建议就是找专业的人士来点交了，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做这一行来说的话，有些东西找专业人士来点交要多少钱？哎，这种的话就要看他们收费。有这种专门的点交公司，它大概都是说收你的这个房价的1/1000多少。的这样子的一个比重。那因为之前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想要点胶嘛，他们当然就是看书，看有些书就说，哎，教你什么擦擦头啦，然后什么放放水啦。那但是后来我们另外一个，我问了我一个建商的朋友，他就说哈，其实我老实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要找我们麻烦的话，就建商自己讲，你真的要找我们麻烦的话，你最好是找点胶公司。后来他就给我看了一个点胶公司的那个报告，他就跟我说，他们公司之前就被人家找麻烦，然后那个人就找了点胶公司，他说点胶公司居然验出哦，他的阳台是空心砖。 这我们一般哪有办法验得到？那我那时候看他，我就说，哎，那个点胶报告我看一下，他大概做了100多页，列举的那个就是瑕疵的项目有100多项。这种公司介绍给我，像我们这种250哦，这没办法点，不会点胶，我愿意付钱，我挑特别好的介绍给你。对啊，他就说列出那种有一些我觉得我们一般消费者不会注意的，比如说墙面污损，比如说窗户滑动不顺畅。 或者是说它的踏脚板可能就是踢脚板的，就是我们说墙跟地的那一块，它没有服帖，这种东西我们其实一般没有办法。那当然你说像预售屋在交屋的时候，我大概多数会建议这个样子。那如果说像，但是有一些状况，像刚刚大全哥讲的，说你没有看到，你实际上面跟你想象其实差很多。我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那个真的很不幸啊，他买了一个，就是他很久以前买了一个，就是某一个地方的大案子。 然后这个案子，他当初号称他们的那个社区有一个商场，那社区的商场在 B1 嘛，那他就大家没有想到，就是你的社区商场在 B1， 就表示你的停车场可能不在你们家楼下。然后那个建商也很尖，他的那一栋啊叫做 B 栋，然后呢他们的停车位位在叫做 B1 栋，所以我看平面图的时候，我会以为它很近，等到交屋的时候，发现他们至少就从他家至少要走到停车位要150公尺。 而且中间还要经过露天的空间。休息一下，我告诉你，有些险恶措施你一定要小心。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哎，蔡婆婆，什么叫嫌恶措施？嫌恶措施就是你看得不爽的，就是嫌恶措施。 好，请解释。好啊，你看不爽的跟我看不爽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上个礼拜因为好事情不会找我，我好像是免费咨询都来找我。我讲2个案例，有一个要交屋，预售屋交屋了啊，他找中介公司卖，中介公司跟他讲，你正前方有一个路灯，基座已经弄好，他说路灯那有什么关系，照样买。要交屋之前来看。 那个路灯起来了，他不买，准备打官司来问我。我说打不赢，为什么？路灯不是这样2边吗？嗯，他现在都有创意路灯，就一个格4方格，4方格，2个就像蝴蝶，不是它是3个。请问你像什么？1、2、3，3个框框，一个杆子下面3个框框，4方形，像什么？他说像蜈蚣，我不买。嗯。 啊，这个你叫我打官司，我怎么会打得赢呢？嗯，人家那是宜兰县的创意，我也没办法。第2个就是在新店，嗯，我们不是每一个社区电力公司都不是要拉一个配电箱吗？时常在马路上啊，有时候在地下室啊，哦，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吗？对。然后屋主说他不知道，我买进来3年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请我去打官司，我再告诉你输了。 一定为什么法官不敢判？这是嫌恶措施，判嫌恶措施，大家不要用电，台电挂了，你家也挂了，所以有些东西这不算嫌恶措施，你自己楼上楼下要跑一下，楼上跑一跑，地下室跑一跑，它是1楼，它就在地下室。 所以我就说看不懂的还是买成屋嘛，对，大学刚刚讲了嘛，对不对？像这个，我怎么知道盖好之后我门口，我讲台湾人不爱说门口淘金金。